作品欣赏。我们欣赏 Squishy 的作品，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种方式。第一个，欣赏范例作品。在 Squishy 的程式里面，我们进来先把它选成中文。档案在开启的时候，请你选择 Squishy Projects 这个资料夹，它里面有很多的范例档案。好，如果你喜欢游戏，我们就选游戏里面的某一个。好，我们看这个好了 ，MAZ 这个 Star 开始这个。好，原来这是一个走迷宫的城市，你可以玩玩看。好，你可以稍微看一下。如果你还想看别的 ，Open Project 里面选哪一个？好，选了艺术的，找一个来看。好，这是这样的，黑黑的，可能按一下棋子。原来这个是在画线条的，好，画线条的。那这是一个在 Squishy 程式上面去欣赏人家作品。我们也可以到网站上，你输入 Squishy 之后，连到 Squishy 官网，上面也很多很多人的作品在上面。好像现在看到好多人啊，这个钢琴还蛮有意思的，我来看一下。那这直接在浏览器上面就能看，然后也可以播放。好，好，原来这个是利用键盘或者滑鼠来弹奏钢琴声音的一个小作品。那你也想看它里面，你就可以选择按看看里面。好，这样子就进入我们线上版的 Squishy。啊，一样在这边选地球，你可以选择你要的语言。好，这个在第一节课的时候都教过了，怎么去切换我们需要的语系。选到什么？我们需要的是繁体中文，因为是线上版，所以语言很多。切换成我们要的，这些积木你就会看得到，是我们常看到的语系的一个积木。好，所以欣赏作品有两个方式，一个是在开启档案的方式欣赏，一个是在网络上直接看别人的作品。